个超无聊的。我好饿哦。哎，这可是金牌笑话哎。Madison 专心点，尤其是我搞笑的时候。对这种状况，我可是有备而来啊。哦嘿，老师，这堂课很棒哦。这什么啊？这很棒哎，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啊？你看起来超滑稽的哎。我讨厌这堂课。那颜色很适合你哎，我超爱的。同学们早啊。哇哦，不，隆重登场吗？也许没有人看到。我的宝贝考卷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实在太丢脸了，看看他们弄得一团乱，这世界真残酷。哦，这夹子我可以用，正好需要这个呢。把纸都夹在一起，然后在夹子上标注一下，这样就很容易看清楚这些是什么文件了。真该早点想到的。看看这些考卷多壮观呐、啊！考试喽，现在看看谁笑得出来。哈，嘿，拜托你屁股小心一点好吗？给你吧 ，Madison。哦，糟糕，但我有办法啊！就用这个超棒的夹子，把它粘在桌子边缘。我们会需要几个，然后把笔放进夹子里。好喽，哇哦，很厉害嘛！真是聪明呢，你自己拿吧 ，Leo。谢了。还真难哎，早知道要温习。Madison， 嗨 ，David， 我的天哪，就是现在了。这是给你的。你真是浪漫，等不及要和你共度余生了，好幸福哦。嘿，小家伙，哦，你遗传了我的胡子呢，咕叽咕叽。真是完美的人生。哎 ，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我可以借支笔吗？哦、oh, ，好啊，当然，给你。等一下，这咬烂的笔怎么给 David 啊？还是找另外一支吧。哎呦，这咬笔的坏习惯真该戒了。Hi David。Hey Emma， 你可以用我的笔哦。等一下下，好吗？真不敢相信哎 ，Emma 是在干什么？我动作得快一点，看起来不错哦，马上就好哦，肯定还有别的笔啊，就这样吗？哦，或许可以用这个指甲油，应该可行哦。先把这支笔拆开，然后把笔芯的头剪下来。在笔芯上挤一点热熔胶，把指甲油拿过来，把笔芯放在瓶子中间，然后在四周挤热熔胶。等干以后，把笔尖套回去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现在就变成一支亮晶晶的笔了，哦，看起来真花俏哎。盖子可以盖回去，这支笔现在有趣多了，给你吧。我的天哪，他碰到我了！终于可以写功课了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！这支笔真棒，谢了。太好了，奏效了。你真漂亮，我是说你的字，你的字真漂亮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你在干嘛 ？David， 快！哦不，压力一大，我表现就差。黑板是你的了，还真怪。不过好吧，我先走了。真是好险，还好你手脚快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我们开始今天的课吧。哼，粉笔怎么写不出来啊？超想笑的。真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哎，可能是太脏了。等一下，地板上有东西，那是肥皂吗？哦，我对你们超失望的，同学们。嘿，真是经典啊。好啊，振作一点。我知道了，让我拿一本笔记本。
在边缘贴上胶带，然后涂上黑板漆，整个封面都要涂好涂满，还蛮疗愈的。快好了，然后要等干，接着把胶带撕掉，小心点，不要把黑板漆给弄坏了。现在就不需要黑板了，只要这本笔记本就行了，把问题写在笔记本上，很好用呢。现在可以计算答案了。搞什么啊？好啊，同学们，谁会解答这一题？你？但是，那好吧，站上来吧，假装没事就好。现在看你有多聪明。好哦，这个我应该会。这样可以吗？错了，去错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少花点时间恶作剧，多花点时间读书吧。来，把这个擦掉。到你了 ，Madison。我，这下惨了。把这些纸钉好，功课就完成了。其实蛮好玩的。哈？一定是卡住了，糟糕！不，这下麻烦了。好了，坐好了，现在可以放松了。啊！讨厌的订书针，那一定很痛的。哦不！这是犯罪现场，不准动，好吗？媒体记者，通通出去。David！ 啦啦啦啦，喂 ！David！ 这咖啡真不错哎，希望这个有用。哪来的？有讯息呢。SOS！ 这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啥？什么？订书针？我的 AirPod 盒子可以解决问题，它可以把所有订书针都捡起来，像这样，应该都捡起来了。谢谢，我的清洁工作可是做得一丝不苟的。好啊，来检查一下，清洁溜溜，一点也不意外。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得清呢，我得把这个课堂作业做完才行。我的铅笔断了，还好我有这个削铅笔刀，弄得好脏啊！救！什么鬼啊？给我看着，不可能，是一个意外了，我发誓！你捡起来了，你看，哇，真是好险！哦，我有办法了，不过我需要一个空的水瓶。好啊，来发挥创意吧，先把瓶盖拿下来。然后钻一个洞，接着把瓶盖翻过来，在洞的边缘挤点胶水，应该够了。把削铅笔刀粘在瓶盖上，干了以后把盖子扭回瓶子上，这就是我需要的工具。现在所有的碎屑都可以收集在瓶子里面了，干干净净。我看着你啊。没什么好担心的啦，都在瓶子里了。他还蛮厉害的嘛。Jimmy， 电话给我。什么啦 ？Madison， 还我电话了。我得躲起来，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。Madison， 他跑哪去了？一号门，还是二号门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一定要帮我，拜托，帮帮忙嘛。睡得好舒服，牙膏呢？啊，在这里。等等，里面有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呢？切掉牙膏管的底部，现在挤出里面的东西，好像有很多牙膏呢。
等等，还有别的东西，我们需要清洗一下，来快速擦拭一下。哇，好可爱！你好，小狗。从牙膏管上取下盖子，并挤压玩具狗，一个有趣的牙膏分配器。哇，我喜欢。吃的来了，把钱给我。你好，你终于来了。看看我拿到了什么，我们走吧，我太饿了。闻起来好香哦。谢谢。不能忘记蘸酱。嗯，我好期待这个哦。好吃。嗯，看起来不错，是不是？好赞哦，我要蘸一下我的。我现在很高兴。好的，味道很好。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装不下？快点了啊！我不明白。不错的尝试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用瓶子。不好了，我的汉堡毁了。你现在吃不了了。别担心，我多点了一个汉堡，你看。哇，谢谢。别着急，你忘了这个。用木棍在酱汁包装上戳一个洞，帮我拿着汉堡。太棒了，现在你只需在上面淋上酱汁即可。现在你的汉堡里就有美乃滋了。哇，好简单哦。好多了，谢谢。我好无聊。哦，嗨，你好，我想让你画这个，那个雕像。是的，尽情表达你自己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做到的。哦，现在来画画。嘴巴好难看，他还没有完成呢。不，重新开始。大家都这么爱批评啊，我要擦掉这个部分。来，再试一次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应该放在画廊里。哇，靠太近了吧，我不喜欢。好了，我以为艺术是个人表达。这次我会画好的。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重新画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的橡皮擦，我不能用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这里肯定有可以用的东西吧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是清洁用的，对吧？我敢打赌，这很痒。拜托，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完全没用吧？好的，这肯定可以，真的很有创意呢。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好吧，再来一次，看起来如何？我需要仔细看看。来吧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啊哈，我现在要看看雕像，有趣。我好紧张啊。我想我现在需要给他评分了，这太难了。我不敢相信我会这样做。 A 加，非常好。哈喽，多么好的观众啊。嗨，哈，没错。欢迎参加烹饪挑战赛，我们有两位厨师。哈喽，我们希望你们烹饪出美味的饭菜来了。哦，好炫酷，你们需要的所有食材都在你面前的长凳上，美味。这不是挑战吗？这是我需要用的刀吗？不行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哇，这看起来很锋利。抱歉，请问，哇哈哈，啊，
你自找的，草莓。我以为，算了。哦 ，OK， 我最好开始做饭了。嘿，这个蛋毛毛的，哦，是奇异果。哎呀，方向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好漂亮的切片哦！什么啊？看起来好危险哦。哦，凤梨，我用那个。放手，这是我的。但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。不，太辣了。这个可能很方便。不，饼干模具，我可以用这些。把切饼干刀压进水果里，它会让它看起来很可爱。现在把它们排列在盘子上，水果塔。我需要这个木串，正是我想要的。做得好，把它们放到盘子上。你就做了这些，时间不多了，快点，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完成了，停，时间到了，我尽力了。我称这个拼盘为水果，很厉害，一如既往的。这是水果串，很不错，不过是谁赢了呢？哦，拜托你。哇哦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他，呜呜，画画好有趣哦，画得好，亲爱的，这个指甲油好漂亮。我不需要这个。哇哦，没关系，亲爱的，铅笔好好吃哦。小心，亲爱的，注意你在做什么。拜拜，甜心，停下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好多了，这太漂亮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就咬一口吧。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你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不在乎，不要那样做。快速咬一口，等等，又来了，停下来，不准咬，你听到了吗？妈妈想画她的指甲是吧？够了，来吧，看看我有什么。你敢？不，但我会让它看起来更好。将一个碗装满水，然后给它涂上指甲油，将指甲油淋在水面上，添加不同的颜色，随心所欲地发挥创意。完成后，拿一支铅笔，并将其浸入碗中，将铅笔浸入水中，涂上指甲油，将其从水中取出，然后它就有大理石的纹理了。给你，亲爱的。哇，看起来好炫哦！我可以用它们吗？我喜欢这个，谢谢妈妈。哇，没问题，我觉得这看起来不错。你敢？不要那样做，糟糕，好险。好姑娘，我用完了这支铅笔了。哦，这个不错，你太可爱了。我知道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你好，我的电池没电了。嗯，我的手机，帮帮我。哦，交给我吧，我只需一些苏打水，把它倒进这个西瓜里。够了，你忘了什么东西？好想法，看那些泡泡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你会需要这个，这样充电器就准备好了。你的手机呢？给你，手机已经接好了。你觉得如何？成功了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进来吧，爸爸。耶！哦，是我的小公主。哎，你今天上学还好吗？好的，你先坐一下，等我啊。我快好了，你乖乖等啊。
嗯，我好无聊哦。我快好了。哦，哦不，他去哪里了？哦，你从下面出来了，乖乖的坐在这边等。小朋友真难搞哎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哦不，住手住手，那是爸爸工作用的，留在这边。可是我很无聊。好吧，那这个呢？你要玩我的手机吗？耶，玩手机。没电了。哦不，我的充电器坏了哎。现在要怎么办啊？等等，或许用电话壳可以做什么？好哦，可以用这餐巾纸，然后把塑胶套装满白胶，应该够了。要用纸法器密封开口，然后放进电话壳中，再加上这个亮片框框，好极了，他可以玩这个。呀、yeah, ，他一定很喜欢的。这给你。哇，里面有粉红色的花。这个森林有太多树了。哦，现在几点了？天哪！看一下哦，大家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吗？看起来好像还没有。好了，要开始上课了。这边有圆规给大家用，大家要画一个圆圈，和黑板上一样。好啊，大家上来拿圆规，然后开始画吧。很烦呢，真不敢相信上个课有这么多事情要做。每位同学都拿一个，然后照着我的画做。嘿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没有？嗯，搞什么鬼啊？他又睡着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很糟糕哎，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我该怎么画圈呢？唯一能用的工具是这把尺。我不懂，这东西也怎么用啊？这蠢东西根本没用，我根本画不出圆圈。搞什么啊？这明明有圆规，却不会用，很讨厌哎，这东西怎么那么难用啊？烦死了！哇哦，他也不会用呢。嗯，嘿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打开它，然后这样画，搞定。好啊，或许我可以利用这把尺，也许我可以用它描一圈。不行，根本行不通。要不然不要用尺，直接画好了。不行啦，拜托，尺啊尺，我需要你帮忙。啊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让我在这把尺上每两英寸做一个标记。整把尺都要好，然后要在这些标记上打洞，完美。现在可以来试试看喽。把尺放平，然后把铅笔插入中间的洞，然后轻轻转一下，跳到手臂另外一边，然后继续画。好了，完全行得通呢。我的天哪，你画出完美的圆形呢。等一下，你把圆规拿来了。有道理。哼，超烦的，我讨厌念书，根本看不懂这些方程式。我放弃了，就是不擅长这个。那是什么鬼啊？是玩具啊，给你的，你要跟我玩吗？抱歉，我不行，我得温习，而且还有超多功课没做。真想现在就上床睡觉，累死了。哎呀，撞到头了，我需要把这几题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在哪儿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糟糕的考卷！我温习温到一半睡着了，考卷被盗了。早安，你喜欢我的气球吗？你要跟我玩吗？你看我在气球上绑了丝带，这样就不会飞走了。嘿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气球拿过来，还需要一支马克笔，把方程式写在气球上，然后把气球的气放掉。好了，缩小了，现在可以在上面粘上一段胶带。气球要小心抓好，然后把胶带撕下来。终于，现在把胶带贴在指甲上，大小几乎刚好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用它们来帮我通过数学考试了，完全不会有人察觉，我真是聪明。来看看他有没有作弊，有小抄吗？好啊，让我检查清楚。来用手电筒，嘿，面对我，然后张开嘴巴。好啊，你过关，没选择作弊是正确的。真是好险哎，但我比他厉害。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进得了教室。给我站住，你知道我是谁对吧？要是被我爸知道你就好了，他肯定会超不爽的。好了 Thank you。
就只是一些零钱，不必捡了。哼，富家子，那个保全真是可怕，搞得我好紧张哦。好啊，来吧，我可以的，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。别动。那个东西安全吗？就知道他们这样。不行，你不能进去，快走开，穷光蛋。有必要那么刻薄吗？搞什么？哎呦，真的很痛啊！这地上是什么啊？这些是钻石吗？哇哦，真的是钻石哎！你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不是亮晶晶啊？那么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让扫描器来决定吧。我觉得这次应该会很幸运。啊，扫描器说你有钱，我不懂。但是扫描器从不撒谎，你进去吧。真的吗？我是说，那当然。我得准备一下上课了，把我的书拿出来。不知道今天会学什么，希望有趣一点才好。太好了，没迟到。刚刚飞机要加油啊！我们可以继续了吗？我还预约了晚餐呢。哇，看看那本笔记本。我知道，很特别。但你还没有看到这个呢。不，不会吧？看看我的手机。眼前的一切根本就难以置信，我想摸一下。当然不行。挺酷的，对吧？我现在的心情想要杯子蛋糕。来把它贴在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很棒啊。会嫉妒是正常的。我的笔记本太平淡无趣了，我一样好东西都没有。啊，人生真的很不公平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不如先剪下这些图片吧。嗯，这让我好饿哦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了，但还有事情没做哦。就知道应该按照食谱来做的。让一让，别理我，我得找到正确的东西才行。哈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不，不是牛角面包，我需要的是这张烘焙纸，轻而易举。不能让他看到我，真是完美犯罪哎！还差一点点，把烘焙纸剪成正方形，然后把图片放在上面，接下来用胶带把它们盖住，要贴平贴好，不能有任何皱褶。现在把它们剪下来，要慢慢来，顺着外框剪就好。看起来不错哦，现在可以撕掉烘焙纸了，来把它贴在我的笔记本上吧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其余的贴纸也一样，哇，看起来马上好很多了。别忘了披萨哦。嘿、hey, ，Alex， 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看看这些颜色，这些图片。哇哦，我喜欢。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啊？嘿、hey, ，我要一碗那个。我去上烹饪学校就为了做这个嘛，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称它为绿色的东西，给你，有一点黏糊糊的。等一下啊，你慢慢来，快从汤匙上下去。谁需要用碗呢？下去了。你慢用啊。看看这些东西，免费食物哎、啊，我绝对不会吃那个的。我叫外卖。嗯，看起来不错呢。这些颗粒让它格外有风味，好吃。等不及了，真的好恶心啊！他怎么吃得下去啊？管家，啊，这才像话！谢谢你，管家。我比较喜欢高级一点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新鲜的寿司更好的了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是什么嗡嗡声啊？是一只苍蝇啊！它在我的寿司上，我该怎么办？它被毁了。我快要吐了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只是一只苍蝇罢了。Hey Alex， 可以给我吗？请便。希望你感觉好一些。滚开吧，苍蝇。嗯，真是精致，真的超好吃的。真不敢相信他们让我坐在地板上，这样工作真的很难。啊，在下起雨吗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然后他们给了我一颗钻石，一颗，能想象吗？快要上课了，正好准时。
我得走了，以后再聊吧。你要去哪里？在那里等一下啊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让我看看你。我可没时间账号啊。正如我所想的，你没有穿衬衫，我们走着瞧吧。爸爸，快派直升机来，现在就要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世界末日了，救救自己吧。哦，是特别送给我的快递呢，谢谢你们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来把它穿上吧，这应该可以啊，把它塞进去，一定要看起来不错。哈，我一向看起来不错，好戏开场了。我现在可以进教室了吗？嗯，等一下啊。啊，好多了，你符合要求。对不起，造成你的不便。谢谢你。我要怎么办呢？也许我可以把我的 T 恤藏起来。在那里等一下啊，我需要检查你的服装。别到处乱动了。我喜欢这个游戏。别动了。闹够了吧？他来。无法过关，人家只是想要上课。等等，我有个主意了，我会像这样剪一段纸，然后把它绕在我的脖子上，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领子了。赶快走吧。哇哦，挺惊艳的，这个领子真是不错。你进去吧。谢谢。你看 Alex 很时尚对吧？我比较爱意大利丝绸而不是纸，但我有自己的规则，我才不要有领子，这些应该丢到垃圾桶。真的吗？我得赶快准备上课用的纸了。哦，都给忘了，看来只好用这个了，时尚又实用。我敢打赌你的衬衫不能这样。啊，真的好难哦，实在有太多东西得学。真的，我什么也不懂啊，这根本说不通，到处都是我的笔记，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才行。那么赶快开始吧。你就这样慢慢弄嘛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啊，你看，把纸放在这里，然后转动把手，它就会把纸撕碎了，又快又简单。哇哦，真是太神奇了，真希望我有一台碎纸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有我自己的碎纸机啊，这样的效果同样出色，感觉真好。全部搞定了。但桌子还是没有整理好，还有一大堆纸，真的太有趣了。哇，有人忘了一瓶汽水呢，罐子里还有剩很多呢，我是在做梦吗？肯定超好喝的。哦呀，正中红心哎。哈，真的是太好笑了。哇，好多零食啊，我不能一边吃一边拿着手机。那我把手机放在这里好了。讨厌。你需要帮助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确定吗？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先把罐头压扁一点，试试这样。哇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完美，你真是个天才，杨片。趁他分心，我得赶快行动。还好他不戴眼镜的时候根本很瞎了一样，这一定很好玩，看你的了，便便人。好多了，来复印考卷吧。专心，现在是考试，可不是好玩的。给你，这是你的。嘿，你看看便便，哈哈哈哈，考卷被毁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考试就要开始了。Madison， 你的好记了，我应该温习的，真的应该温习的。或许有人可以帮忙。数学真好玩，太令人兴奋了。哇哦，那生活也太无聊了吧。不过，嗨，好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当然，不过得付出一点代价，试一下就给你所有答案。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吧，补了小变态。
来，用电脑，你可以的，就是数字而已。你整个没有用，不对啦，拜托了，脑袋瓜。Madison， 时间不多了，你最好快一点写。我也想。哦，嘿，亲一下对吧？太棒了，哇哦！就亲一下，就当做是亲自己外婆吧，也要在脸颊哦。哦，需要漱口。亲完了，答案可以给我了吧？好的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过来，你看，要计算答案，先把算式写出来，把两个数字加起来，六加四等于十，然后把十减掉二，也就是等于八。下一个答案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只是这次要拿二加五。也就是等于七，然后把七减掉二，这一次答案就是五。哇哦，好聪明哦！谢谢，我会做了。一个答案是八，然后是五，他所有答案都会耶，干嘛？可以帮我吗？好吧，你得亲我一下才行。我想应该值得吧。不公平，他是我的女朋友。好有趣哦。哦嗨，看看我带了谁来。一只小狗。哇，我可以摸吗？当然，它叫毛毛，真是完美的名字，你真的太可爱了。没错。嘿，大家好。嗨，我真是漂亮。什么事？走开！不要！随便，我可以付钱给你换座位。不要，你收买不了我的。好吧。哦，可爱的小狗狗，很不公平哎！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我快气死了！不该拿着巧克力出气的。嗯，要抱抱他吗？当然好。啊，我知道怎么报复了。要安静偷偷来，先把巧克力包装一角剪掉。然后寄到他的笔记本里面。好了，他真是一只可爱的狗狗。天哪，那狗狗也太坏了，操我的！成功了，让我把这个丢掉。我回来了 ，Hello 毛毛，乖宝宝。考试的时候大家最好安分守己，可以开始了。OK， 答案我都知道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或许可以装心脏病。不行，那很白痴。Chris， 不准讲话。哦，抱歉，老师。Hey Madison， 什么事啊？可以用这个巧克力换答案吗？你知道我喜欢糖，好哦。拿去吧。太棒了，早该想到了。答案。在找这个吗？对，我是在找这个。嘿，如果你要这个答案给我，我刚已经帮过你了，很烦呢。来咯。是吗？这个该去垃圾桶。是他，是他，我没有，你有，才怪，大骗子。我教的真是一群蠢材，只不过想看这本书。再试一次吧。嘿嘿，又怎样？看到这巧克力了吗？两个够吗？好哦，成交。该怎么做呢？哈哈，我知道了，我有办法了。打开笔记本，将胶带贴在页面的边缘，然后再整页重复这个动作。接下来拿个海绵剪成小块，将其中一块贴在荧光笔上，现在可以用它来擦掉任何你写的东西。没人会知道的。嘿，你要答案吗？看这边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可以啦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我不可能算得出这答案的。那边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老师。你看，我应该是看错了。
真是好险。嘿，巧克力拿来，很高兴跟你合作哦。这一场练习太赞了，感觉好多了。等等，我是该带笔记本什么的吗？有啦，我需要用来写东西的那个笔。对，没有，下面没有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嘿，聪明的女生，哟呼。我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好的，我应该有多的，给你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哦不，淡了。嘿，聪明的女生，这支坏了，可以借另外一支吗？小心点啦。哇哦，一连两支。你不会相信的。拿去，给你这只，希望它有保留收据。嗨，聪明的女生，这是我最后一支笔了。 OK， 好啦，等一下，这个果汁盒可能有用，或许吸管可以帮忙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把笔打开，放一点胶水在笔管的下方，像这样，然后把笔管插进吸管里面，一直到胶水的位置，看起来好像吸管的笔。没有人会再借吗？哇哦，好酷哦！我可以借一支笔吗？这些是吸管啦，抱歉。好吧。哎，老兄，你有笔吗？太好了，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啦。今天的题目是独角兽 puppet。呜，最后做完的是卤蛇。我赢了，耶！我赢了，哈哈！准备好了，拜托，我一生下来就准备好了，这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必须赢，快点，加油，快点！我要赢太容易了，你准备输吧，哈！想得美，快好了。真正的艺术是来自……算了，得继续才行。我的铅笔不能用了，这些也用完了，这些也废了。他在干嘛？最后一部分了，拜托，我得画完才会赢。我需要其他铅笔哦。他画的如何呢？慢慢来，稳稳赢。我不能让他赢，但我没有铅笔了。等等，他没铅笔了，我一定会后悔的。给我看看。我应该有办法的。有了，我想到了，可以用这个吸管，拿一根吸管，然后把铅笔头放进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现在你就有铅笔来写字和画画了。我可不能侥幸的赢。嘿，给你的铅笔，这样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画作了，谢谢。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数三二一，开始。有人要参加这个比赛吗？任何人都欢迎哦。除了你以外，走开啦，恶心死了。哇哦，这还差不多。这是谁的车啊？别担心，小姐，我马上过来。好啊，下车小心。啊，坐车坐超久的，如果你拿传单，我会很荣幸的。走开啦！这什么？画画比赛邀请函。哦，为什么有风这种东西啊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画画比赛。谢谢，那个给我。看看你做的好事。看来他们两位都会去喽。好啊，大家准备好开始画了吗？先从彩虹开始暖身吧。彩虹吗？挺深还挺难的。我知道了，我这袋东西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来看看有什么。哦，嘿，小家伙。
小乖，我要找的就是这个。准备好看魔术了吗？看看这些颜色变成彩虹吧，要挤一些颜料出来。好了，完成，应该是说差不多了。很好，换这个小东西上场吧，是不是非常疗愈啊？见机行事，随机应变嘛。好了，哦，有点脏，现在可以把胶带撕掉了，清晰又完美的线条，应该说三条线，啊，大功告成，谢谢你们帮忙，很惊艳吧？是还不错啦，我也可以的。Hello， 什么都要我亲自动手吗？好漂亮啊，走啦，我需要一点空间发挥创意，有趣哦。那当然，大家学着点吧，色彩缤纷的很漂亮对吧？马上就要知道要干嘛了，瞧，有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。弄好了以后就有美丽的彩虹纱了，这些颜色真是生动，真的很酷呢。哦，我可还没有做完呢，变成一个会跳舞的彩虹小子，赋予它一点个性，你不觉得吗？怎么样，两张都挺有趣的，所以两边都赢。好啊，他到底要不要给我们挑战呢？啊哈，哦，小工具，懂了吗？小工具，哈，哦，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要找谁。哦，还在这呢，他很可爱，对吧？不过要调整一下才行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来开工吧。预备备，开始。好的，马上开始。我看到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它超酷的，我知道。赶快画吧，小家伙。不过每位画家都需要灵感，你的灵感在这哦。你觉得自己可以画出一只猫咪吗？当然。要画完美的圆圈，这东西最可靠了。看得出来它在画什么吗？等一下下哦，它马上就画好了。看看这些完美的线条，搞什么啊？我不批准了。机器人真的会画画吗？看来他真的会。哎，走开！看来就画好了，而且不是我说，很完美，对吧？你那一套我也会，找到正确的道具就可以了，来看看吧，只要组装一下。好了，还需要一片塑胶和你手机上的图片，我变，现在就可以把图片描出来了，很有创意不是吗？足智多谋总是有用的，快好了，成果很可爱呢，我觉得啦，很白痴哎。那么谁赢了？理由非常明显 ，Naomi。不会吧？看来真的要发挥创意才行。讨厌的机器人，你去垃圾桶吧！听到了没有啊？才不，你才是垃圾。哼。什么？你画了什么给我？这很好笑吗？科技产品，你今天真让我失望。好吧，接下来呢 ？Hello， 先生。哦，是的，接下来要折纸。Two， 折纸。
好哦。还好我总是随身带着纸。开玩笑啦，是我的管家给我的。我自己比较喜欢有价值的纸，黄金当然就更好了。拿去吧。哇哦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还是赶快开始吧。好啊，放手一搏吧。这边好热啊。哇哦，真的变成黄金了。现在助手怎么行？进去吧。哦，我的老天鹅啊。哇，真的有用哎，太赞了。嗯啊。Betty 小姐，谢谢你厨师。很不公平哎。不知道我身上有没有纸。虽然不是金色的，但也可以了。朋友们，准备好看魔术了吗？哎呦，这张纸好重哦。很荒谬哦，我知道，但我可以扭转乾坤的，记得不要烫太久就好。跟新的一样，随便啦。我还有其他事要烦呢，小心折几下，这张纸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在这里画几个标记，现在看起来很怪，但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了。看出来了吗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。啊？你有点耐心嘛。这边还差几笔，另外一边也要画一样的东西。一直往下折，然后画在空白的地方。好了，全都画好了。你说了算，不好意思，上色吧。现在他会跳舞了，你看，他的四肢都会动。哈，这我要怎么比啊？或许还是可以，先把纸的上页折下来，然后往另一个方向也折一下，一直往下折到最下面，然后在这边画一条直线。然后另一个方向也画一条，最后连接起来变成一个正方形，看出来是什么了吗？在这里面画一只小兔子，很可爱吧？它需要一只小熊朋友，超可爱的，对吧？别忘了上色哦，橘色和蓝色最生动了。然后是我们的动物朋友们，色彩让他们超级生动的。最后一件事，把纸折起来，哒啦，大功告成。真难选，不过我想芭蕾舞小姐你赢了。那我可爱的作品呢？我暗恋的人让我突然有些灵感，希望他会喜欢这个，姑且一试吧。哎，你好啊 David。 好啊，他给了我什么啊？啊，这个爱心我懂啊，心跳的超快的，让我想想看啊。我的书，抱歉，让我帮你捡起来。哦，好软呢。嗯哼，哇哦，嗯，我的书。哦，对啊。谢谢。我好像恋爱了哎。等等，再看一眼。没错，这家伙真是与众不同。啊。哦，可以画这个。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初次对眼的那一瞬间。难画的部分画好了，不错哦。哇哦，我记得，真是个小甜心。爱你哦，宝贝。
准备话剧是创作的一部分，虽然有时会有点乱。无论如何，来把我的想法画出来吧。第一笔最重要，这边要来点蓝色，看起来好像还可以。怎么样啊？超难看的。不行，还好我有很多张纸。慢慢来，这比第一张还糟糕哎。真是的，专心点。这是在开我玩笑吗？为什么我连一朵花都画不好啊？好啊，冷静一点，深呼吸，我可以的，我绝对可以的，来吧，慢点，慢点，真是倒霉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形状很有趣哦，这点子可以用哎，把画笔推向不同的方向，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形状哦。而我就用它们来当花瓣，整朵花都画完以后，在下面加上绿色的叶子和花茎。看到成果了吗？小心慢慢画才会画得好啊。还可以把两朵连在一起，刚刚好把空间填满。就知道我可以的。哇哦，全部都是你自己画的。这张就给你吧 Annie， 我又有新的点子了，这一次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方法，不过别担心，我的主题还是一样的。这样的画法会让叶子非常生动，一定要慢慢来，别着急。还可以画一些草，你看。不过下一个步骤就比较复杂了，我们会用发泡颜料来创造不一样的质感，而且会用气球，感觉很棒吧？然后就像盖印章一样，就可以创造出这些有趣又独特的花了。别忘了这朵，很酷吧？超赞的，你觉得如何？David， 你到底是怎么画的？我的秘密武器。哦，这张画真是朝气蓬勃哎，可以框起来了。得继续画才对。不过我需要一点灵感。嗯哼，对，你说了什么？哦 ，Susan， 你真坏哎。想不出来。不好意思啊。我的纸。哦，是我不好。糟糕。看看你弄的，全都毁了啦。嘿。我可以给你看一样东西吗？你有听过愉快的意外吗？这就是个好例子。哇哦！我也要。好啊，大小也可以不一样哦。厉害耶！来吧，你觉得总共可以盖多少个？想要几个就有几个，有点疯狂呢。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，当然一定要是圆形的。你觉得够了吗？看起来超酷的，对吧？击个掌吧，我的小画家。好啊，这边看起来挺合适的。是吗？有树，有大自然，什么都有。比赛开始吧。当然。让我想想。什么？嘿，别偷看我的。不看就不看，真是的，我去那边画。可以画什么呢？找到了，它超可爱的，希望 David 没看到它。
是我先看到的。是啊，最好的画家自然会胜出。就从这个几个数字和圆圈开始吧，只要把线条画在对的地方就好了。不错吧？加上颜色会更生动，黄色真是令人开心，对吧？用在只小鸟身上刚刚好。再来点绿色好了，色调非常平和，再加上柔和的蓝色就更棒了。从边缘开始往里面画，这样画非常完美，对吧？快完成了，再来最后几笔，就这样，大家看到了吧？真是一幅佳作，大家同意吗？很好，我很满意。那什么，我需要用我的手来帮忙。原来只要一只手就可以了。当然还要在对的位置上加一些圆点和线条。看出小鸟的脸了吗？别担心，大家马上就会明白的。这些树枝会让画作更生动。再加上一对小脚，加上一些树叶，真是平静的画面。大家看得出一只鸟了吗？我很有创意吧？好吧，既然你那么想看，就给你欣赏吧。哦，两幅画都很不错呢。该来问问老师吗？认真吗？希望他没事。看来只是睡着了。嘿，哦，都画好了吗？啊，画得好。就再给5分钟吧。那就这样吧。我需要画些让人惊讶的东西。我有点子了，用互补色绝对没得输。不过还少了点什么？是什么呢？这个球实在有够小的。哇哦，这幅画太厉害了，妈！哦，现在不行，好吧。不过这边还剩下很多颜料呢，刚好可以给我玩。谢谢喽，真是想不出还少什么。好吧，不然加点。嘿，我的颜料调色盘呢？David， 是你拿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画的，名字叫池塘的水。我知道了，你想用脸画画吗？试试看吧 ，David。哇哦，再来一次，很好玩吧？真的超好玩的，对吧？其实用手指也可以呢。来喽！哈，大家小心，蓝色点点来喽！现在要换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呜呼！好了，你看，妈妈，这看起来真的很赞呢。不过还有一招可以试试。对称的图案更美丽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你自己动手创作吧。是一只超酷炫的蝴蝶呢。这条线会让一切都活过来的，还要加上翅膀的边框。另外一边，好了。看看这幅美丽的画作，这还只是个开始哦，儿子。我需要一点启发。这个害我很饿。哦，有了，我都有准备才来。你开我玩笑吧？什么？我得吃东西。你老是用胃在思考。妈妈，做点什么啦？抱歉，小乖，这不用很久。完美是赶不来的。好无聊哦，这样不公平。你快点好吗？艾玛不高兴了。
那个给我，拿你自己的米。不，看你做的好事。我们待会再讲。到处都是米了啦。等等，我有点子了。我要在水杯里放几滴食用色素，把它搅一搅，然后加米。我再来需要粘胶，把胶涂在画上，只涂在草地区。然后要用米，把米撒在粘胶上。画上面不同区域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米，再把多余的米吹掉。哇哦，这样子美到可以吃，你觉得呢 ，Emma？ 哈，哇哦，我很喜欢。爸爸，你呢？啊 ，Emma， 你又讲什么啊？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不能这样子处理了。哦，我为了家庭付出。嘿，爸爸的样子好呆啊！我还没完嘞，我还需要纸。你看看啊，还是自画像。嘿嘿，很棒。不过妈妈赢这回合。谢谢小乖，你不用自己打扫房间了。哇哦，这个有趣。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你看看它。Emma， 放下来。不要。小朋友，马上住手啊！你有在听吗？哦，他的眼睛又在抽动，麻烦了。放轻松，试试这个，给我拿来。我感受到压力融化开来。啊，好多了 ，baby 就是等我。等等，我应该可以用这个。我从桦树开始，就是爱大自然呢。黑笔超适合画树枝跟树干。嗯，看来不错。然后拿一小块泡泡纸，沾上颜料，把粉红色跟白色混合在一起，再画上拍一拍，做出树叶的形象。这是美丽绽放的树。Emma， 你喜欢吗？哎呦，我笨笨。哇哦，妈，好厉害哦！嘿，也许我可以用这个。我知道怎么办了。不帅气吗？没人说更好看，我就是艺术品啊！你认真的吗？爸爸好棒哦，优胜者是妈妈。又赢！哇哦，我真是荣幸。真的吗？我来抽泡泡哦。那是什么味道？好臭哦！越来越重了。嗯，早该知道的。怎么啦？我的天然男人味啊，很香啊。这个正适合，快用，多一点。好了，至少你不臭了。谢了。哦，就好像我们相遇的那一夜。我那天的个人卫生也很差。那天很浪漫，亲我一下。我永远不会拒绝的。这样好恶。啊？哦，嗨，小乖，抱歉。现在要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应该有点子了。Baby， 你听着，他们在干嘛？懂吗？我们上工吧。首先，我把致汗剂拆开，就像这样，然后用颜料装满它。再把滚轮装回去，我一把它按在纸上，颜料就流出来，就跟画笔一样，非常适合艺术创作。你看看这纸的表框啊，你看看，好棒啊，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哇哦，我们可以把它挂在客厅，就可以换掉阿嬷的照片。乖一点，停手。应该的，这值得揪一下。啊，我好爱困呢。Emma， 摇头。经典哎，妈妈，我就闭一下眼睛。你看，我可以用舌头碰鼻子啊。你看，天赋异禀吧？你能这样吗？我盯着你哦。天哪，粉红色很搭耶，感觉好有活力。我可能会习惯这样哦。
爸爸棒棒，小心一点，我要来睡个美容觉。哦，我以为那样会有效，我们尽力了。哦，要来玩影子玩偶吗？影子玩偶，蛮厉害的吧？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开始？这个好有趣啊！翻出经典影子玩偶了，看起来没多难。哦，我有点子了，把我的手放在纸上，然后照着描。再来，只要加上细节就好了。比方说眼睛，这是一只龙，可是还没完呢，它还需要颜色，不能把火给忘了。你看看，哇哦！我想说你会喜欢。花蕾式式气球艺术，这是狗狗。嘿，你退后，回头啊！节目精彩，你们都赢了。你看，哦，太棒了！我想要头发漂漂亮亮的。嗯，有了。接着，我们拿这些要做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可以用这些铅笔跟一条发圈。我觉得可能有用，把发圈绕过两支铅笔，我要确保有绑紧，在另一头绑上第二支铅笔，这样正是我要的。我要把一支铅笔放在杯子蛋糕图上，把它描一圈，第二支铅笔就画出复制品，你看看，然后只要上色就好，要确定待在线里面，这一定会很好看的。来，我完成了，你喜欢吗？那个是我的，我来瞧一瞧。哇哦，这蛮高明的，我能怎么做呢？把铅笔绑在一起，然后用来当弹弓。接招，小心，住手。哦哦，我晕晕的。哦，这算是你自找的。爸爸说得好，右上角很明显，真不错，小乖。我在哪？哦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。哎，吸蜡笔很棒。妈妈来，丢得好，我接到了。这太简单了。哦，我可能有点太兴奋了，这些全断了。祝你好运了。没关系，我有这种胶，我很会 DIY， 这些会跟新的一样，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假装没发生吧。别担心，我有备案，我可以用这个。你开玩笑吧？这样不行的啦，爸爸。至少我试了，那只剩一条路了。Baby， 把榔头放下。我知道我在干嘛。等一下，我有更好的点子。我要把蜡笔撒在蝴蝶饭本上，在上面放一片塑胶，然后释放我的压力。这是我的艺术。我们晚点要谈谈，先专注在我的作品上，这样还不错。我也做完了，我来把饭本拿掉。看来不错啊，你喜欢吗？还是你喜欢我的西瓜呢？哦，好难哦，你们平手。我接受，做得好。耶，是泡泡哎，我最爱的就是风中泡泡了，球泡泡超赞。那再多吹一点。耶，好耶，我自己做的泡泡器哦。而且很简单，只要荧光笔、移除墨水和笔尖，然后再拿个线转一转，加点热熔胶放进去，然后加泡泡水就行了。来试试看吧，嚓啦，成功了！考试真是最棒的了，希望学生都有准备好。天哪，天哪，我通通都不懂。老师，老师，我有问题，请帮帮我好吗？哼，请注意黑板上的重点，茉莉。提问时间结束了，要来考试喽。抱歉，我只是在练习。好啊，随你说。哎，我是来考试的。
天哪，我竟然得来这儿考试。似乎他很有把握的样子。或许我可以把桌子给移近一点。老师，老师，他把桌子朝我移动了。好啊，咱们来考试了，开始吧。好吧，我行的，好好答就是了。开始前伸展一下。幸好有准备小抄。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我就知道，小抄给我，继续考试。好啊，反正我还有 B 计划。别想，叫我拿走了。可恶，他是忍者哎。不过是真的挺酷的。好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好啊，或许可以打开笔袋。幸好这里还有一张小抄。嘿，你手上那是啥？天哪，又是小抄，给我。那拿好你的笔。笔或许可以用一下哦。耶，应该有办法了。首先用烛火加热刀子，好了，是热的嘞。然后切在笔上，切进去需要牙签和橡皮筋，把橡皮筋绕在牙签上。好啊，把小抄给滑进我做的切口，牙签可以用来开小抄，然后把它收进去。赞哦，呀呀，下次真该这么做。哦，好啊，考试得加把劲才行。耶，我完完全全有抓好时间。哦，嘿，停，时间到，给我放下笔了。啊，考试最棒了，耶，我考试准备的超好的。等等，时间到了，我都还没有开始哎。嘿，一切都还好吗？我也坐这了。这乳液怎么挤不出来？可恶，真是又蠢又令人挫折。看我挤爆你！哎呀！啊，你这是在搞什么啊？拍子，你乳液弄得我的手和包都湿了。我的包都毁了，不，没事的，我们可以解决，我马上回来。他竟然就这样跑了，整个都是乳液，有够乱的。好啊，我能解决的，先找个硬纸管和胶水吧，这就够了。然后把纸给卷起来，好啊，接着用剪刀剪掉尾端，再一点，好啊，再来点胶水吧，把尾端给折进去，然后粘好。我可怜的包啊，或许能擦干净吧。啊，他这是在干嘛？是在清理啊。我最好继续吧，他很难过呢。好啊，边边都粘好了。接着用彩色笔来装饰吧，用黄色。哦，很不错哦。或许吸尘器能够有用。哦，嘿，放开我的包，这蠢吸尘器。失控了，停啊，快停啊，还我，这是我的，这个才不是你的。哇，他整个很失控哎，看我画个小柑橘。加个边边，好让它突出。咦，可真可爱呢，爱死了！谁家订可爱的小朋友吧？接着顶端来个黄纸，再来点儿，再多加点装饰。仔细面对泡泡字，涂个颜色吧。这蓝色真美耶，真喜欢哦。好啊，字差不多了。现在需要瓦楞纸板，用它把管子一端堵住，再多加点纸吧。好啊，这边是用来挤的。盖子边边来点胶水，粘到上头，然后是魔鬼粘，会从里面一端到一端，现在能关好了，而且一挤就开，把支笔放进去，安全整齐。哇哦，这都让我开始佩服起自己了呢！加油，小手手，你可以的，加油哦！嘿，朱莉，我回来了，有东西要给你哦。哦，它在小手手中。嘿，朱莉，停啊！讨厌，注意，这很重要。嘿，你瞧。是给你的新笔夹了，哦，真可爱，我超爱的，谢谢哦。那我的旧笔盒也给你了，你肯定会和我一样爱它。好啊，谢啦。瞧，这颜料的颜色超赞的呢，让人想起夏日夜很诱惑的感觉啊。好啊，你准备好开始了吗？来吧。别担心，同学，我没事。艺术难免危险嘛，继续画你们的画吧啊！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有我在这儿哦。好啊，准备好大展身手了。赞呢，很有灵感，我需要更多颜料才行。啊哈哈哈！颜料，给我颜料，再来点这些和这些。耶、yeah, ，这才对嘛，非常好哦。哈哈哈！我就喜欢这种热情。好像这颜料用完了，再拿一个。嗯，他哪去了？嘿，都被他拿走了。嗯，现
现在该怎么办？这里再来一些，耶，赞呢！真扯，没有工具，我要怎么画才好呢？嗯，等等，我有个点子，来试试哦。这些着色本真棒，偷偷拿一下，我得去拿过来才行。好像有什么声音哎。我的棉花棒呢？我的耳朵真痒痒痒！哦不，等等等等，冷静，没事的啦。那我有多的，没事没事。好啊，第一阶段成功，继续吧。用卫生纸来把棉花棒给包住吧。包好，接着来点纸胶带。哦，我超爱这些紫色圆点的，可真美耶！罩在棉花棒上，不错哦。但很需要颜色。比如这使用色素，把尾端进到色素里，在纸上试试看。我拯救了我的作品，能来整套就甭客气喽。好啊，继续吧，加油 ！Hello， 艺术品，我带更多颜色回来喽。我真是最强艺术天才。那我的杰作，好啊，同学，来看看作品。这是我的，我超爱。我的是黑暗楼梯的恐惧展现。好啊，我仔细瞧瞧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用了蓝色和橘色强调。哦，好啊，笔触很精彩呢。哦，这傻小，这小艺术棒哪来的？真妙，我超爱，非常好的作品啊！借我一下，拜托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哦耶，我在写的日记。哦天哪，我这是在干嘛？哦。乔纳比，超酷的，我的最爱！天哪，你看到的跟我一样吗？好啊，够了，看一下我有多少钱，应该有足够的钱买吧。哇，女孩，这也太多硬币，还没啥钱。就比在这，我马上回来。好啊，这不可爱，最好来量一下，修剪一下，在尾端加个小点儿，盖上盖子，再来点泡棉，泡棉部分边边加点胶水，然后包住墨水管，包好包紧。用这小管在泡棉上圈压一下，再来点胶水、亮粉和亮片，把这些都加进去，再来点液体，这头盖上，再来点胶水和泡棉，接着在针笔上也涂一点，也能加点亮粉。天哪，这小独角兽超可爱的，也把你加进去吧。再来点胶水，把你放在上面，独角兽。耶，我的超华丽笔完成。嘿，茉莉，我有东西要给你，我做了这支笔。什么？天哪，我超爱的！你真是我最棒的朋友。等等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那我做了折纸给你。哦，哇，好啊，谢谢。他折纸技术颇糟的。哇，瞧瞧这些亮晶晶，真棒哎！真是最棒的笔了。你会画什么东西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吧，也请别忘了要和朋友们分享这部影片并订阅本频道，如此一来就能够观看更多相似的精彩影片咯。答对了，做得好。哦，可恶，这才是我的读书方式。马修，我可能知道。等等，是突然变冷了吗？你该在做功课的。我很容易无聊啊，不用担心，我换一下就是了嘛。比较好了吗？啊，什么？怎么？超赞的书吧？或许能把游戏玩完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得读书，就我保管了。真讨厌！他说的对，这个游戏真不错。这真可爱，马修会喜欢的。哦，糟糕，得修好才行。可恶，没有橡皮擦耶。好吧，铅笔盒里面肯定会有。在哪呢？我明明有的。哎，等等。哎，吉娜，擦子能够借我吗？拜托。好啊，拿去啊。嘿，你谢了，感激不尽，我正需要呢。还在马修那边了，去找他吧，他会吓一跳的。哦，马修住的真远呢，至少等等不用洗澡了。我真该带件外套的。
等不及见他喽。什么？你今天真美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人家的叉子啦，烂透了，纯马修，他怎么能够这样啦？我再也不要接他叉子了。该怎么办呢？吉娜，你在这儿多久了？用消遣笔记？怎么用？等等，我懂了。哎，谢啦。我真应该早点想到的，先把消遣笔记给翻过去，然后在底部加点热熔胶，一路加到顶端，让它定型，这样应该行。热熔胶可以擦去笔记，超有用的。把画给画完吧。啊，我想帮忙啊，我也买了这个给你。哦，真可爱耶，真抱歉啊。哇哦，天晓得科学这么有趣。哦，有讯息。糟糕，我都忘了吉娜的生日，我得要赶快找个礼物送她，这里肯定有什么可以用的。啊，也算进展了，接着来找礼物。哇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缎带可以哦。等等，大概会痛歪吧。好了，我们来创意一下吧，进行的不错哎。拿，超赞的。但里面要放什么呢？娃娃吗？嗯。啊，又是娃娃，我有一堆了啦。算了，花朵，这可不错呢。真美啊。啊，这些蜜蜂哪来的？啊，我被叮到了啦！可不能冒险，这可是个好主意。这是在闹吗？别想。可恶，快想想。哦，有了耶！我可以做日志给他，从普通的笔记本开始，打开封底，先沿着边边涂一层热熔胶，沿着边边和页面底部。接着呢，我们需要的是粉红缎带，将缎带粘上热熔胶，沿着页面底部重复进行。完成了以后呢，拿出绿色缎带，沿着页面边边粘上绿色缎带，别留空啊，挨着边粘好。接着合起笔记本，把粉色缎带折到笔记本上，接着将绿色缎带交错穿过粉色缎带，继续进行，直到缎带都穿好，打造出金格效应。再次打开笔记本，在页面的顶部涂一条热熔胶，将多的缎带折过封面，粘在热熔胶上面，好好的压实，沿着边边缎带再涂一次热熔胶，记得只涂在三个边哦。接着粘上一张卡纸，压一压让它固定。瞧，自制日志就完成喽，希望吉娜会喜欢。准备好去吉娜的生日会喽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哇哦，碎纸，哎，谢啦。认真的吗你？看看盒子里面啦。哦，好哦，谢谢你，最棒了。哥知道吗？我的指甲超美的。抓到正确比例真难呢，但是很好玩哦。当然啊。这什么？这是我的船了，随便啦，但我得专注在指甲上面。好，我得把这个给画完。哎呀，糟糕，我的铅笔，我这可没有消遣笔记呢，该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？我的笔尖断了，但我没消遣笔的啊，拿去啊。哦，好哦。感觉怎么样？不是，是用在铅笔上了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原来啊，将铅笔在指甲托上面划一划，有用哎，瞧，可以把画给画完喽。就跟你说了嘛，我有个点子，我来画你好不好？等等，我练了一些姿势，这样怎么样？真糟。哦，有了，过去那里。好哦。好了吗？这才像话。
我觉得自己超美的。把手放在头上，哦，是这样吗？哎，是的，非常好。哦，还要多久啊？我醒了，你觉得呢？努力满分了，这是我最棒的作品。哇哦，整个卡住了耶，看起来真有嚼劲儿哦。嗨，坐下来，艾丽。哦，好哦。别看我，他似乎挺友善的耶，这个颜色真适合我。啊！好哦，同学，打开书吧。一定要吗？今天的课非常有趣啊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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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喜欢他的笔记本呢。我觉得我最好记些笔记。是啊，姐的笔就是可爱啊，真希望我有好东西。好，我的东西都超无聊的，真讨厌。那边怎么回事啊？等等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嫉妒他的笔。我看看啊，那个笔真华丽，或许我可以帮个忙。真的吗？用这个简单的技巧升级你的笔，移出笔的这个部分用胶水灌满笔管，这个部分别弄得一团乱，这应该行啊。然后倒入亮粉，把笔芯放回笔管里面，拧上笔尖，这样笔就变美喽，不错吧？哇哦，真厉害耶！可不能忘了这个小家伙。哦，他超可爱的啦！谢了。等着，这样子舒服多了。哇哦，你真有型哎！这我拿走了，这很不行哎。你得来个大改造，感觉充满生命力。你怎么办到的？谁管呢？我超爱的，你是我最爱的老师。我记侄而已吗？感觉真棒！天哪！哇哦，我喜欢你的新造型哎。哦，我有东西给你。真的吗？给我啊？那谢了。好姐妹，来自拍，我超爱这堂课的。哦，我得换个装扮。那今天的课呢？你最喜欢哪个校园小技巧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本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相似的有趣影片哦。